我是团长，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，大赚三千七百亿，我们的养老钱还是那么稳。前几天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了二零二零年社保基金的年度报告。这个报告显示，二零二零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三千七百八十六亿元，投资收益率百分之十五点八四，创了近十年来的新高，也是社保基金历史上赚钱最多的一年。我们看从一零年到二零年。 除了18年呢有小幅亏损之外，社保基金每年都是赚钱的，今年呢赚的是最多的。社保基金现在的规模呢接近三万亿，那、啊、为什么说它是我们的养老钱呢？我们要看一下社保基金的构成。社保基金全称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，它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，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和调剂。 构成呢，有个人账户的中央补助资金，部分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啊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划转呢部分国有资本。哎，我们看到一些有一些国企、央企，它的股权划给了社保基金。那这个呢，是来充实我们的养老钱。所以，社保基金简单的来讲，就是我们全中国人的养老钱。它是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，对吧？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的。所以，它赚了钱。 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赚了钱，那么社保基金投资了什么呢？它赚了三千七百亿呢。社保基金它一般采取两种方式，一种是直接投资，还有是委托投资。直接投资呢是社保基金会自己来做，包括呢银行存款、信托贷款、股权、股权投资基金、转持国有股和指数化的股票投资。对，它有股权，有投股票。委托投资呢是委托给投资管理人，委托给一些公募基金。 它呢，包括股票、债券、证券投资基金，所以社保基金三万亿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呢是投向股票市场的，不然的话它也获不得不了十五个点这样的收益，对吧？买银行存款才几个点。那去年社保基金在股市上赚了多少钱呢？大赚了一千四百亿，这是社保基金收益表中显示的证券差价收入达到一千四百亿，比一九年一百五十九亿呢大幅增长。 一年前也就赚了一百多亿，去年赚了一千多亿，在股市上，所以证明了社保基金呢、啊、在选股能力上的突出。那么社保基金，它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呢？在 A 股，那通过统计发现啊，社保基金在 A 股总共持有的股票是两百零一个，A 股四千多个股票，他买了两百个左右。那么，持股市值在五亿元以上的，对，算稍微重仓一点的股票，只有五十三个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所以它持仓还是很集中的，不是乱买，不是买一大堆。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到。那社保基金新买了什么股票呢？对吧？现在半年报陆续要出来了，新买的股票，持股市值在一亿元以上的也是五十多个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紫金矿业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是十七亿，对吧？新进是一持股呢一点七八亿。三安光电它买了十六点九九亿。 中环七点九四亿，复星六点二亿，三花智控、新旺达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永兴材料、诺德股份这些股票。哎，我们发现这些股票呢也有一些特点，对吧？这种说到底呢，还是在行业景气度周期上比较强的，这些股票走势还是比较强的，并不弱。所以社保基金重仓的这些股票，它应该赚钱。 所以你再回想想，我们自己买了什么股票？你投资为什么亏钱？为什么他赚钱？是吧？那么社保基金它的选股特征呢？一呢就是偏向于选优质赛道中的冠军，我们一直讲的减格证行业的真安科技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也有社保基金在买哦，两个产品，持股也是好几个亿的，之前就买了一季度就有。第二呢就是能够持有较长的时期，社保不是来做短线的，它也做不了短线。 几千亿，怎么做短线呢？是吧？肯定是要选优秀的公司。那么统计发现呢，今年社保基金增持以及新进的个股呢，主要涉及能源、材料、半导体等新兴行业。所以呢，他们选的股票还不错，对吧？也是赶上了这个市场的风格的变化。那么社保基金它的投资理念是什么呢？是吧？这个我们从社保基金的首任投资部主任李克平中呢，他的嘴中呢。 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啊。首先就是尊重市场，回归常识，笃信常识，千万不要背离常识。比较经典的操作就是零七年啊，当时 A 股是大牛市，一片乐观中呢，社保基金减仓。当时理事会呢批准了投资团队的减持报告。当时上证指数已经到了五千四百点了，我们知道后来到涨到六千一百多点，它五千四百点就开始卖了。 所以六千点左右呢，他们也担心显示会引发市场下跌。那随后呢，一周后市场的确见顶。那么在零七年社保基金呢取得了百分之四十三的收益，这是很可观的。但当时呢规模没那么大，但社保基金的规模，但他们也是精准逃顶，因为当时市场极度疯狂，是吧？在那种疯狂之下呢，嗯、呃，很多人呢还是贪婪的，对吧？想早点走，还是要有点勇气。 所以，我们做投资，你真的想择时，对吧、啊？去判断高低点，那你就去看看社保基金，对吧？看看他们的动向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们呢，有政策上的优势，有信息上的优势，有资金上的优势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几乎每年稳稳的赚钱。那么，当然现在呢，跟零七年也不一样，当时是普涨补贴，对吧？股票比较少，所以市场涨，所有股票基本都会涨。那现在呢，股票太多了。 是吧？结构化的行情，是吧？你买对了才会涨，买错了肯定会跌，是吧？它不会破涨不跌，所以市场变化跟过去不一样，这样子呢，更要求你对你的选股能力有要求。所以看看社保基金在买什么股票，是吧？你有可能呢，能够得到一些启发，因为他买的股票并不多，这么大的资金也没买几个股票。好，本期视频呢到这里结束。